哎，我重开了 F 五。我们就赢了哎！我现在把 Skype 打开，但这个八卦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哎，我看看你想想。到了，应该要 PO FB 去 PO。密欧料理等明天吧，明天我妈会在，而且我要拿一盒给那个蕾拉，然后拿一盒给叶子，那他们两个也可以玩。我差点就死了。我看一下阿俊，钟阿俊是叫什么？钟天俊，钟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来扣扣看。我没有让他们两个也失手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女生都爱玩这个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而且我很喜欢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都很可爱，没有什么心机，我很喜欢跟他们两个一起玩。阿俊没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布丁啊，现在都放在我的车子里面。
那个奶头猫超可爱，好想要一只。我不是有一只白色的那个奶头猫，灰色的奶头猫跟黑色的奶头猫，我不是有三只吗？然后我都把它摆在那个柜子上面，这样刚好白的、灰的、黑的，这样放三个，这样我就觉得很酷。然后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那个白色跟灰的是，哎，不知道是我买的还是人家送我的，我有点忘了。然后黑色是我去那个 WG 公司的时候。阿健啊，就是那个张东健，他的那个他的座位上面就摆一只黑色的。我跟他说，我有白色跟灰色的，我要带这只黑色的回去认亲。然后阿健就很心痛的把它送给我，他有帮他取名字哦，叫黑奖。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黑奖哦。我说好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黑奖的。然后他就说好，他就把那一只送给我这样。然后重点来了，白色、灰色跟黑色。只有黑色那一只，每次都会被阿咪踹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只有黑色那一只，不信我给你看，现在我还没捡起来。每一次哦，每一次，有没有看到只剩下白色跟灰色的？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那一只黑色的在那边啦，在地上。每次都一定会被阿咪踹下来哦。你看白色跟灰的，因为我都是这样，白的、灰的、黑的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阿咪会留了白灰，然后黑的时候他会把它踹下来。然后你看那黑色每次都滴在地上，然后我都不知道跟，我快笑死了。然后我就跟阿咪说：“你有那么讨厌黑色那一只吗？你每次把那一只弄到地上。”你知道我已经帮他捡几百次哦，只有黑色那一只会被他弄到地上，其他都不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黑色那一只会在地上。我快笑死了嘞！我不知道为什么阿健那一只黑奖那么被阿咪那么讨厌，也有可能啦。阿咪都这样哦，把他踹到地上。阿健要是知道，一定很伤心的。他的黑奖每次都在地上，超好笑。我每次都只有黑奖会在地上。我现在已经有点懒得剪了，因为我只要一放上去，没有半小时就会被踹到地上。换位置也会，我倒是没有换位置过，因为我想要白色、灰色、黑色，然后只有黑色会在地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地上，好可怜哦。黑奖就是很不受欢迎的一只猫。只有黑奖会在地上，其他都不会。飞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已经尽力。我觉得是你的喇叭的问题。
哎、欸，你们明天会不会来啊？哎、欸，阿鸵鸟，你要不要河粉啊？你要的话，我帮你买，还好它不贵，就当做你买那两个牛肉面面的钱。你要是看到酸菜牛肉面，帮忙买几包，我拿河粉跟你换。我怕用喇叭，我这样，靠！你问问看，你问他有哪一部 A 片是会这样啊，这样子像乌鸦在叫的。你看那个罗猫窝，那个谁贴的才是，好不好？别闹了。哇，第二部是那个刚真看成，啊，被看到了。不好输，不好输。对啊，我只想要花雕牛，我们这边都有花雕鸡，什么鸡什么鸡，就是没有牛。在一下面断他履带啊，就变这样。没有小鸡鸡，白痴吗？耶、yeah ！冲冲冲，地主心中勇成冲，冲冲冲，一刀片天下哇汹涌，冲冲冲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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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迷恋那火喵喵喵喵喵喵，哥。这一一二的车，当做自己是个偷车，然后被对面打成智障，这就是我玩的游戏。好多战车可以让你选，但是我却永远不是偷车喵。啊喵，为这场游戏真难打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啊！上次我第一节，我的妈呀！喵！你那边只剩麻油鸡，我也不想要麻油鸡啊！我只想要花雕牛肉、欸，哎，没有花雕牛肉。什么？25.99美金？这样是台币多少？这样算26。阿俊好像在嘞，我来看看。为啥？赚30啊！哦，900！我妈呀，快死了！
哈，800驱车好贵哦。我想我还是买我的盗版不命就好了。真的好贵哦，真的好贵哟，真的好贵哟。打给我，给你。888，好贵哦。算了，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那一只奶头猫，林北自己画都比较好看。胡说八道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不含运费的意思，他会买一个瓶子，把那个夏洛克奶头猫放在瓶子里面，然后丢到海里面。大概是这样啦。 I know, I know。 对，可是我说的是事实，只有他的黑色奶头猫会被踹到地上。知道瓶中性的概念对不对？就是集体坐在那个瓶子里面，然后丢到海里，然后另外一边的厂商会再去拿起来运过来，大概是这样啊。刚才那潮汐一个美好就没寄不到嘞，这个寄丢的几率超高的。就去捕鱼的时候会捕到那个瓶中性。好紧张哎。谢谢。飘错地方哦，这样要加运费哦。这样要加运费哦。哇，失败了啊，九阶场啦，不意外，不意外。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哪一只奶头嘛，你知道，我都把它摆在车子前面，然后要是有人坐上我的车，我就会说不必欢迎你，然后我就会被骂北七。我明明说欢迎他们，还被骂北七，司机好难当哦。喵喵。喵喵喵喵喵喵喵。那我可以指定船吗？例如，我可以指定它做立新游轮。真的，其实我没有很想要。不要好了，太贵。我还是想存起来，以后可以存钱开个店。哎，假设如果我要开个店的话，我们要开什么店啊？哎呀，真的是纠结。哎，开什么店好呢？现在感觉这个年代开什么店都不赚钱啊。我要是有1000块，我就会存起来买那一台钢琴，我就不会。开海鲜店会亏本亏死哦，千万不要。选哪一个好呢？怎么都没有了呢？
谢谢大人的夸奖。女仆海鲜店，那还是都被我吃啊。这样不行啊。哎呦，你让我把我给我点面子啊，就这样晃过去。虎式的攻击有那么高吗？冲冲冲，铁柱新家用铁锹。冲冲冲，左边电话挖上用。Wirkungstreffer。KV1 又想要来了，你看看，他一直在往前。噔噔噔噔，哦，树倒了，各位，树倒了，输到了。Wirkungstreffer。喂，门开开关关的。怎样？啊，我有看到啊，可是我还好，没怎么想吃。哎，你知道我昨天跟观众炫耀完安？哦，那可以留着。我不喜欢吃牛轧糖。哎呦，那个观众说有包什么雄黄水饺，怎么他们家什么？这我不知道啦。啊，对，有虾仁油。他有说要寄给我，哎，他说明天应该就到了，我明天晚上吃。哦，他已经寄到了，他已经有啦，他要寄过来，我兴奋死了。我们明天有雄黄水饺，哎，我没有吃过雄黄的水饺，哎，雄黄呢？雄黄叫菇菜，雄黄酒不是酒黄，哎啦，你白吃哦，哦，好期待哦，而且他有包虾汁哎，然后我就，哎，我有新买这种，还不错。对，有我买三种口味啊，各买两瓶，你一瓶我一瓶。哎，你知道我要去外拍那一天，我遇到爸爸哎。对啊，我还发苦，爸爸说干嘛？拜拜，赶快滚啦！他就这样。那我明天穿这件啊。啊？啊，没看到都不算啊。我觉得，我明天下午才来，你把他。哎，他有说会拿这个，叫我要带这个发箍，然后我在想说，我配那个三条线的，就是黄黑黄的那个，看觉得好不好。给你看一下，快来我家没人这样。没有啊，我是右边的那个发箍啊。我说我的衣服配哪一个比较好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觉得呢？他说希望我们能够依照那个法式配衣服。要黑色的吗？
geht's. 好，我明天准备好给你看，再帮我洗。我明天下午啊。不会啊，明天6点到9点。我，对啊，你中午就来了啊，我2点才出门。好，拜拜。谁跟我告白？谁？苗儿？你跟我告白？我看看，怎么眼睛瞎了？那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在哪里啊？我刚刚往上。你的荧幕截图截到，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我快笑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真的哎，我快笑死了啦！真的假的？你女朋友说喜欢我不喜欢你啊？很好啊，正所谓横刀夺爱才是爱。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怎么知道啊？不，这样妈妈别乱叫啊，喵喵。猫咪最近越来越爱我，真是个坏猫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拿那个猫咪专用指甲刀帮它剪啦、啊，不然每次都被切，我真的觉得不大好意思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原来如此。你观众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等到那个 TGS 就是电玩展差不多忙完，我们就要开始写那个春联了。哎、欸，有啦，我们是诚心诚意写的哎、欸。
想到黑酱就觉得他好可怜。所有的布饼只有黑酱会掉在地上，而且怎么阻止都阻止不了。冲冲冲到天台好玩熊猫猫七在干嘛？啊 ，TGS 结束也应该要用那个了哈。大扫除真的好难扫哦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阿咪舒爽日。那一边睡觉啊，一边尾巴抖啊抖。好舒适呀、啊！哦，虎视黄打完了，打七三四好了，要赚钱。嗯，七三四呢？好羡慕阿咪哦！我希望我下辈子也能够当像阿咪这么爽的猫，每天都有罐罐吃。啊，就跑出来了。阿咪都随便你折腾。不会啦。阿咪今天不能再用食物诱惑，昨天忘记把解压骨收起来，他全部都吃掉了，好不好？超可怕的，都是那只猫在吃。
阿咪超爱吃那个日本的洁牙骨，然后她已经把一整包都吃下去，包装都撕烂了在那边吃。难怪她昨天都没有来吵我，想说今天怎么特别，正想嘉奖她一下，原来哇操，吃了一个礼拜份还不乖呢。哦，艾森这时候跑很快了。刚刚在长线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刚刚抗线时候你在哪？现在才在那边装狠勇。刚刚你在哪？现在才摇摆。快回家！我不知道。没有人要。好，现在就是下坡了，机会。紧张死了，我的妈呀！还好我刚刚有回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，吓死我了嘞！哦，好家在，耶、yeah ！猫的尾巴在摇，不好说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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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爸爸说未来要养海鲜，那可千万得啊，喊上咱们啊，千万万要喊上咱们。哇，这得看是什么海鲜，如果像是什么
啊，其实我很喜欢吃血蛤，你们知道血蛤吗？血蛤真的是很好吃耶。血蛤是个神秘的生物，觉得好吃。阿健还补了一张图，好可怜哦！阿健好伤心哦，因为他的黑猫会掉到地上。他开了一个水池，好兴奋哦，好兴奋哦！是什么海鲜啊？是什么海鲜？哦，神啊，拜托，我想要吃，我想要吃，我想要吃什么好呢？海鲜太多了。这得看是养什么啊，如果是鱼的话就还好。最近鱼有点吃腻了，我比较想吃点贝类的啊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养鱼的时候啊，那个底下哦，可以再放养一些蛤蟆。雪蛤还好哎，雪蛤也是吃着腻腻的。三兔子，Go！ 啊哈哈，有中，有中，有中。单独还没死哎、欸，很可怕。糯米欧更走打，That was close. 2-1-0 That was close. 1-0不要动啊，瞄不准。Enemy hit. 干一直中哎、欸。Hello. 5-4-3-2-1诶。6-3-2-1-0 Enemy hit. 10
有擦巴滴。210。啊，没中。4321。耶、yeah ！哎，好冷儿、快跑！哎 ，just 应该没问题哦。哎呦，老是不小心开炮。哇，飞太久了吧。真的，我炮车打得还挺好的嘛，飞了个扑，飞了个扑，飞了个扑。哇，队友不支援，好伤心哦。KB1 应该要先赶快一起把他干掉。
真的，哼哼，你看这个炮车刚不帮忙，现在送死，好伤心哦，难得我打得不错，你看，尼玛的，好，我们来打这个好了。对啊，我有时候会说糯米欧。怎么没办法打字？怎么没办法打中文 ？Let's go！ 不科学，为什么不能打中文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以前刚出国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个下雪期待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雪我还这样偷停口，然后我就落塞了。干，我跟你说，雪超脏的，你不要跟它白白的。而且一开始下的雪是灰的，之后下的雪才会是白的，所以初雪其实超脏啊，谁吃谁落塞，尤其台北现在的空气，那不是开玩笑，一定到时候很多人想要吃，就跟我当年一样。没有啦，下雪不一定要零度，首先就是气温低嘛，然后湿度够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湿度够就可以了，不一定一定要那个什么。来偷停哦，因为很兴奋啊，然后就落赛了。你不要听人家在那边讲什么多好多好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如果真的下雪，一定一堆人在那边偷舔，信不信？依照我多年的经验，每个都会偷舔，听说没有例外的。这个炮塔的回转真他娘的超好。We've lost the track. They killed our driver. We're covering his position, but not very well. Track repair. Drive on. 哦，这个炮塔回转超好的啦！我的妈呀，你快转好不好？
哦，我要崩溃了，哦，好那个哦，不要再红灯了，拜托，真的啦，不要再红灯。你看，只要开炮就红灯，只要开炮就红灯，鸡歪耶、欸！哦，哎呦，我受不了，我真是很爱红灯哎、欸！台湾啊，这是什么社会啊？台湾的网络环境也太好了吧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下雪，下雪不会冷。超气啊！就开炮就会累格，超烦的啊。都这样。你看，一直闪红灯，家人在一直闪，到底在闪什么啊？不懂。你看数字五六十六七十，然后疯狂闪红灯，那你不如给我一百多的ping好了，但是你不要闪红灯啊。嗯。下雪不会冷，因为融雪会冷，融雪比较冷，所以其实也不用。对啊，融雪的时候就很冷，而且超脏。而且你知道，国外有时候下雪嘛，然后那个狗狗不是还是会带出去散步吗？然后它尿尿的时候啊，你知道那个雪都是白白的吗？然后如果有凹一个洞啊，或者是凹一个洞又黄黄的、啊，那可能就是动物的大小便。所以其实下雪反而更容易踩到大便哦，超烦的，下雪就更容易踩到大便。跟你说，千万哦！我跟你说，下雪才麻烦。台湾真幸福哦，没下雪。下雪的时候，那个大便踩都踩死了，超麻烦。没有大便不明显，因为雪是有厚度的。大便的话，你只是看到白白的，然后有凹洞，但是那不知道是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超可怕的嘞！我跟你说，只要有凹洞的东西，我一律不走。然后走路，反正就是你还会看到那个雪有疙瘩有塞，真是的，因为我踩过啊，超不爽的。我刚去的时候每天都很兴奋，哇，下雪了，好爽哦，要是能够去滑雪就好了什么的哦。跟尿尿是不会结冰啊，可是因为尿是热的嘛，所以它会掉下去，然后那个冰会有点黄黄的啊，大概就是淋芒果冰那种感觉。
等一下哦，啊，我用打字好了。前三天在罗技的英雄联盟可以找到我，啊，第四天在那个万代那边，超可怕啦，奥地利啊，超可怕了，好不好？你又是采购，你就不会喜欢下雪。下雪是因为台湾哦就没有什么下雪，所以下一次雪大家就会很兴奋，好像是什么很了不起。哦，其实下雪超不方便，真的啊！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下完雪嘛，它是不是会缠那个雪？它还会撒那个好像有点像是盐巴什么，让雪可以快速融化，然后把它缠走这样，所以地上反而会湿哒哒的，就是比下雨天还烦。哦，应该是舔到大便就太过分了，不过应该不会有人在舔吧，就可是大家会很兴奋在那边玩那个雪球，有没有，在那边丢人。第一年的时候大家很兴奋，哦，做雪球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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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然后之后就不会有人想玩了，你看腻了。下完雪是很漂亮吧，下完就我们需要再继续赚钱。T34打了没？不知道有没有过。哦，过了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而且在国外其实也感受不大到什么冷，因为你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暖气啊，所以其实都也没有怎么样。对啦，我跟你说，台湾如果真的会下雪的话，顶多就是商人会把它营造得很浪漫啊，然后大家就会跟恋爱有关啊，然后就会觉得雪球好棒哦。实际上不超过十次，你会很讨厌下雪。电玩展，我前三天应该是在罗技那边，罗技那边有那个英雄联盟的比赛，然后我会去那边当主播。然后第四天是在万代那边，万代那边会打那个钢弹，就是钢弹万代那边，嘿，我会帮他们中午帮他们炒个场就可以收工了。下午本来是有麦卡贝他们有跟我工作的邀约，不过因为还没有下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有再说，没有也没有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后续是怎样。很瞧不起我奶油师啊！啊？去另外一边。WG 其实有在约那个，就是万代的那一天的下午是在 WG， 可是他们后来改日期，因为改日期我已经先答应英雄联盟了，就变成说没有办法在那个没有办法在那边，所以我最后就没有。不然本来是万代是中午，然后下午再接 WG， 可是他们改成别天，我就他们后来改别天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这点蛮可惜，就还蛮可惜的。不过我还是会去抽空去 WG 逛一下，所以没有什么差。万代，嘿，万代那边就是钢弹的那个啊。钢弹那边，万代应该大家都很熟吧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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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看看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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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看看！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，就我不晓得啦。
又看不到他了。哦，好黑哦，灰尘也太大了，都看不到人。Gegnerisches Fahrzeug ausgeschaltet.嗯嗯，还好 SUV 打不到，他可能要在小路。这边太高了，取射炮不好射。他如果再过去一点，可能就打到我了。对啊，那个很严重啊，就唉，没法度啊。哎呦，可不可以死慢一点啊？我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队友慢点死，这样子很。好，拜拜。Da ging voll durch ihre Panzerung.火弹又架坏了 ，shit！ 完了，我弹药架坏了！哦，我的妈呀！我弹药架坏了！啊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弹药架啊，喵喵！
Panzerung. Ich sehe sie nicht mehr.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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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nothing la,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ife for you. 我也觉得 IS 玩不赢我，我是叫那一台 Go with me， 然后他就穷穷穷的出金穷穷人穷拦不住哎、欸，我还有88，没有88辣虎哎、欸，这台我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、啊，你要拿菊若干。不晓得我顶不顶得住。你们那个铁布衫的那个师兄，我刚刚超紧张的。真的啊。真的，我的鼻子有翘，我的鼻子有翘翘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少林足球有没有？他不是有个铁布衫，然后因为他们没有那个，他最后要挡那个球啊，我差点没笑死。哎呦，我是88辣虎，不晓得听不听出，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去一号线好了。我是金刚腿，你是铁头功。为什么要在人家？为什么要在人家的炮管啊？打不到了，秒！不要啊！去你的！这个一歪炮，队友就会搞干死我。Follow， 啊哈哈！哎呦，干嘛啦？你吃炸药了你？啊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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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呜呜呜！喵！这个角度有点难瞧，我试试看。阿帕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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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那鸡歪，两边都在打，我要帮哪一名？
好紧张哦，都没有人来。Wir haben sie nicht mal angekratzt. Funk ausgefallen. Signalreichweite verringert. Oh shit! 干，都不顾哎，吃屎吗？真的没炮塔，没人选，好可怜，只能这样打，求生存。Hello，Hello， 怎么尾刀狗？你他娘的尾了几吗？哎呦，对我没有哦，白痴，那一号线有那么多人，然后挡不住一台车，真是瞎了。啊，很好吃，无花果。明天的直播暂停一天，因为我们要去，因为我们要那个，觉得外拍好看吗？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脸蛋并不是说很，我觉得我的脸蛋并不是说很适合，就是那个并不是适合那种可爱型的，所以他要叫我拍那个女仆装，还有那个就是很性感会露胸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他说，你这两个型我从来没有试过，去你叫我要啊，我懂，真是笑死了，真是我哪有办法啊，哦拜托，真是羞耻 play， 滴滴 play， 羞耻 play。 太高难度，欸，我 F5 一下，我那个聊天室你帮我刷一下。We fixed the track, get going。一个羞耻不累，啊，爸爸拉不住了啦。也不是暗爽啦，哎呀，你懂我的意思，不是哦。吃奶是谁啊？吃奶。我也觉得傻逼崩比较适合。然后我朋友，然后那个摄影师一直在说。女仆是可爱风，你怎么一直把她拍成玛利亚的感觉？我说我就不会啊，我真的是尽力了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真的。而且我要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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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就截图了。不是，我知道角色名，可是我都一直不是，我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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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干爹。就是我知道那个角色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
我连同人的全名叫什么我都搞不清楚，可是《刀剑神域》我整季都看完了，我连妖精篇我都看完了，可是我真的对名字记不大熟，我一直都有认名障碍。这台车是他们来跟我作对的吗？你看，你抢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很臭的，大家可不可以成熟点啊？不要抢肉肉好吗？Kette wurde getroffen. Sie kann jeden Moment reißen. 林奇，我干嘛？我走了，他也要走了；我要来了，他也要来了。哦，林奇，我真的来乱了。他说我德国车都是这个样子。啊 ，KB 十三 ，KB 十三。哦，红灯的。啊，我错赛。Winkelspiegel zerstört. Wirkungstreffer. Kommandant ausgefallen. Wang Zhenhao. Weiter geht's. Sehschlitze wieder frei. Haltet die Augen auf. Ich sehe sie nicht mehr.我有认人名的障碍，就是我知道谁是谁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你们的，我没有办法把你们的人名就是放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就是所以，而且我也常常会认错人，所以我都会，我每一次，例如说这个人，我觉得我好像认识，然后我就选择不要过去认他，但我会走过去一直看他。这样一直看他，如果他有认出我的话，我就跟他说 “hello”。他如果没有认出我的话，应该就是我认错，我就会先走。啊，我来不及跟他说谢谢。这个真难打。嗯，我来打点别的好了，打什么好呢？看来还是得打个 T54来舒爽一下。真的，我会一直把他们两个认错，哎，就是。这礼拜是。有啊，我礼拜六可能会休息，因为我要去台北参加魔兽的那个总会读。不是不是人，我只要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可是名字会叫不出来，可是这是我自己的障碍，这并不是
你们的错是我的错，就会认错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当中坦，当重坦使用。魔兽的那个什么，实况组还是玩家聚会？感谢祭。你们不知道是哪个吗？好像是玩家聚会。10好像越野车哦。这里最稳妥，都没人打。礼拜四，我一定在。礼拜四来打人中，礼拜四来玩人中。今天8点玩什么？应该还是收集片片吧。好，我看看。让我来看看，让我来看看。我来看看啊，跑很慢哦。这角色哦，我可以啊。可是这种衣服我要上哪找啊？哎呀，没多啦。啊，糟了糟了。好炸哦！我的妈呀，我过来才什么都有。我们不要说。可是我从来没有 cosplay 过哎，你确定吗？来看看啊，你确定吗？因为淘宝有，我看看，这应该不大需要胸部吧？如果需要胸部，可为难人儿。
有人在我的 YouTube 上面写这个哎、欸。他说啥？我淡薄仔看无。哎。是假的。也对啦，至少也有85%，怎么会是80%呢？他根本是胡说八道。应该是乱写。如果说强国的骇客已经盯上我了，那应该也是先盯上比较有名的实况主吧？怎么可能会盯上我？要胡说八道了！有名的不先盯盯我，是吧？太闲了。有个坐电台，然后我没有理他，我只是在想那是什么东西，觉得很好笑。对哦，哇，他也加我好友哎。这一场根本是怎么赢了我都不知道，这一次好了。啊，叫我不要想到，我当然没有想很多啊，我说话到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，好吗？没有啊，可是有罗密欧打哈欠的图。你知道摄影师啊，我要拍照嘛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等一下。超无聊了，好不好？根本是神经病。你就知道有多无聊。
啊，就是胖不是拍那个啊，因为我那一天不是肠胃炎都没有睡觉，然后就那一天就很累啊，然后就边拍边打哈欠，还要跟摄影师说等一下，我先打个哈欠，超智障。那么多要在那边，为什么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时间，I can't breathe it， 我快笑死了。在做梦吗？还是最新的 Sit Down Please 他们 ？And I pray can what？ 房子也不帮忙敲碎。这到底在玩什么？我看不懂哎、欸。最近那地方好热门哦，是最新型的打法吗？怎么可能？看第五季还在加。他们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我到底在玩什么？我真是不敢相信。这，我在猜是没有炮车才敢这么搞啦。
在玩什么打靶游戏吗？还是？我的队友在干嘛？这真的好难赢哦！完了啊，完了，死光了！好精力哦！我这一队发生什么事啦？嗯，关键场问。